你的判断没有错，田径植作为普通人类很难为超级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供给，所以才导致现在的状况。你给他注射了什么？专为超级宝宝研制的营养针。超级人类不是从来都没有繁衍的先例吗？这叫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我们随时都在准备着，一个小时内田径植应该就可以醒过。 你判断田径植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？这可不好说。随着胎儿的发育，这种营养针也未必能符合得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以前没有案例，研究都比较表象，现在有参考了，总会找出解决办法的。谢谢，薛先生不用那么客气。上一次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，现在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叫江一恒。 代号白鼠，以后就是田径植的孕期医生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。